哎呀，老肉吧，你别着急。哎，老板，排骨是我的爱吃。 羊腰子，还有一半是吧？那个、还有一半你来了，我带完了，全部带了，挺好吃。我看，我是不要吃肥的，小带一点没带，一点不带的话也不好，来带一点吧。<笑>来个肥的吧。 明年50个羊，三月份就下羔子呀。明年你们家羊就100个了。到时候我还来你们家吃肉呢。那去他们家，哎，明年去我那儿，他们家去，你们家也去。去我那儿。<笑>我现在是多吃点菜。